很重，书包很重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会那么重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背好。书包太重，我们爸爸，爸爸拿这样，爸爸。等一下，干嘛？干嘛？这叫九重葛啊，因为冬天呢，冬天花就会凋谢啊，叶子会凋谢。好了，专心走路，小心。拜拜。你要跟花拜拜啊。哎呀，2022年，哎，铃铛，今天几月几号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哎。2022年了。对，走过2023年、2024年，对。如果2100年，就很久啊，就过了很长的时间了。然后，这边要去学校了吗？谁？这边要去学校了吗？对啊，你大概。上大学之后就看你要不要继续去学校啊，对不对？你对啊，20上完大学就是研究所啊。你现在念什么？我老师爸爸已经毕业了，不用上学了。对啊，上完学就是上班啦、啊。你以后就会上班啦、啊。你很想上班，上学比较快乐哦。真的啊、哦，你看那个兔子，你看那边有没有兔子？那走。兔子在喝水啊。你等下看到老师要大声问好啊，知道吗？老师早，要大声说。老师早。OK。走走走。你东西也太多了。你几点放学？爸爸在可以接来接你。好。4:40。哎，早啊！有没有大声说老师早？早安。这有点多，不好意思。我拿就好了。好。拜拜拜拜。哎，拜拜。跟爸爸说拜拜。拜拜，乖哦。